公视家十二月精彩之集，全新上架，节目多元，满足你对追剧的体验。解严后，台湾推动民主化的过程，缺两季完整上架。SARS 失控，被迫封院，政治角力置医护及病人于危险中。医美代马可士的暗黑童话，充满奢华生活与政治野心。用三年半搭便车环游世界，体验精彩丰富的人生。雪人与雪犬活过来喽，还和男孩展开温馨奇幻的旅程，跟着乐园里的三只小恐龙展开冒险，探索新奇世界。看曾静华和朱轩阳如何流浪转大人，还有独家番外篇哦，跨越时空的旷世巨作，多位指挥大师共创音乐盛典，台湾原创好片不断，都在公视家。